嗨，我爱妍妍。现在呢，我在香港国际机场要迎接我妹妹带她的两个儿子来香港旅游，没有错，就是一打二。你分享一下他们两个小朋友是几多岁？一个八岁，一个五岁。哇，应该啦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咁你呢几日计划咗啲咩行程俾你阿妹？我觉得计划赶唔上变化，对，反正我们就随机应变。至于去了哪里呢？不啰嗦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看到这里呢，一定有观众疑惑，怎么我妹的小孩长得有点特别？没有错，他们的爸爸就是来自遥远的肯亚。这次因为爸爸工作关系呢，所以临时不能过来。那这一次啊，就由我妹一人带他们两个来香港，制造舅舅的麻烦，不是制造美好的回忆才对。是不是长得很像？一点都不像，好吗？差很多。现在去坐机场快线，先到港岛，然后去饭店休息。舅舅生日有礼物给他吗？没有哎。哦，那可以回去了。妈妈那时候快要到的时候才跟我说姐姐。太过分了吧。哦，所以是妈妈的问题。是。哎，Musa，你知道舅舅今天生日吗？不知道。正常啊。现在到香港站了，先帮他们在香港拍个照。游客的打卡点。干嘛？喂，记得我们坐手扶梯都要靠右边，知不知道？因为左边是给人家走路的，不可以挡到其他人，懂吗？对，你看人家会走过来，所以你不能挡到其他人的路。这里哦。对，哎，进来啊！哦，进来，那被说了我。我们到了，这间就是你们这两天睡的地方。我没有睡这里啊。那你就要回去睡啊。对啊，哇，你黑到我看不到你的脸。哈哈哈你睡这个位置很适合耶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睡那里啊？没有，好不好？你睡看看。哇，刚刚好哎。哎呦。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第一站大排档。肚子饿了吗？肚子饿了。想吃什么？我要吃麦当劳肉松面包。麦当劳香港叫 MG， 想吃什么 ？MG， 嗯，没错。我喜欢吃 MG。MG， 我喜欢吃 MG。MG， 跟我念一次，我喜欢吃 MG。我喜欢吃 MG。真的很好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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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天赋。再来一次。搬来香港吧。我喜欢吃。因为最近非常的常下晚上的时候，但因为今天天气蛮好的，想说趁今天来尖沙咀把维多利亚夜景看一看，然后顺便吃一间我很常吃的媚记大排档。这边有名的呢，就是用这个战斗碗喝酒，对，喝啤酒用的。它碗还是冰镇的哦。好啦，对，好喝啊。没有牙齿。
好吃吗？这是他第一次吃葡萄串。好吃吗？这是香港薯条吗？嗯，香港薯条，香港薯条。旁边那个还在发脾气，因为没有很给。这间媚记大排档呢，位于尖沙咀站，真的很推荐。如果来香港想吃热炒的话，可以来这里试试哦。吃完啊，就可以顺便去看个夜景啦。漂亮吗？漂亮啊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呢。有绿色、蓝色、浅绿色、白色、红色、浅绿色、粉红色、粉红色。现在回到酒店了，我觉得其实不用带他们去哪里，他们在酒店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了。明天呢，你们就去海洋公园玩了，哦，酒就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姐姐明天要上班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明天晚上我再过来找你们。晚安，好了，跟大家说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我不，今天呢是我妹他们来的第三天，对，那昨天呢他们去了海洋公园玩，那因为我们工作关系所以就没有跟了，那现在呢我们要去酒店接他们，准备要换到另外一间酒店。那一开始呢我妹他们来的时候，我想说要规划一个很地道的香港行程给他，但是现在我后悔，对，因为呢我们忘了还有带着两只小只的，那小朋友呢吃东西就会比较稍微挑一点点，那我们就希望找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地方，看吧，我就说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再加上呢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太热了，刚才上面的太阳真的太可怕了，所以呢这个计划呢真的要重新制定一下。突然下大雨，吃一口，好吃吗？就买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里面还有巧克力酱，好么美啊！好美。要蛋，然后这里需要蛋，要蛋。那这里呢？蛋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这个店。这么厉害啊！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来到酒店啦，各位，真的是路程遥远。你笑什么？哇，好乖哦 ，Musa。你睇你哋啲鞋乱放，但 Musa 可以摆翻好。哇，谁教你的？谁教你的？是妈妈吗？谁教你的？怎么跟九九一样那么胖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把袜子脱了、啊？你不出去了、啊？我们现在终于出门口了，就是一个饭店而已，体力就全部耗尽了。我们在饭店打混，打混到现在5点多了，终于出来门口这边，看看河景。他们真的很夸张。为什么、啊？你们在演戏吗？怎么那么夸张啊？表情。我们都看到飞鱼跟飞鱼啊。飞鱼。16顿开始。嗨。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配乐？这个配乐跟。他这个舞蹈很大哦，俊马。哥哥在岸上走，嘿，恩恩爱爱，真正当悠悠。哇，好帅哦！
现在呢，我们来到室内游乐园啊，就是给小朋友放电的好地方。估唔到佢嚟到香港，你都系带佢去呢啲地方。好嘛，好。就要试这个彩虹模具，这个叫什么？顶彩虹。顶彩虹，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但是香港的游乐场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游戏。可是我觉得它的界定很难，就是只要压一点点黑线的，它就不合格了，对吗？对。它就一定要在完全在那个颜色里面。这个算厉害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一开始啊，真的是想带他们去很多香港有特色的地方，但后来发现小朋友啊喜欢的其实很简单，充实的行程啊可能只是我们大人想要的，舒舒服服的在酒店吹着冷气跑跑跳跳玩他们喜欢玩的，对他们来说啊才是最好的放松方式，当然对我来说也是啦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？那不是 Amber， 那放纵。很容易。肚子饿不饿？不饿。可是我很饿哎。我们要去吃菠萝包了。我要。你不是不饿吗？哦，那你吃什么？菠萝包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吃菠萝包？没有。你看这边说走散，说走散。爬冰刺呢是最近比较红的，对。然后我妹她刚好也想吃，那我们想说小朋友也住得舒服，就来试看看。你们两个肤色非常反差。想吃吗？肚子饿了吗？这是你的，这是哥哥的。红茶在这边，这是奶茶，两个喝一杯。跟台湾比起来，哪个比较好吃？这个比较。这个比较好吃，哎呦，会吃哦！不愧是每天要吃一颗菠萝包的小孩。不愧是生日礼物许愿要一颗菠萝包。我们要去这里，香港科学馆。香港科学馆呢，位于红磡附近，是让小朋友放风的好地方。里面呢、啊、有蛮多可以互动的科学游戏。来香港这么久啊，多亏了他们，我也是第一次进来。想不到啊，其实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小朋友啊入场是免费的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带着小孩来香港碰到下雨，不妨啊可以来这里放电走走哦。今天是我妹他们来香港的最后一天，哎，有点小感伤。偏偏今天最后一天呢，外面的天气还变超好了，真的，真的是有够瞎。哎，你们要回去啦！啊啊啊啊啊你们要回去台湾啦？很不想回去。
天哪，想不想回去？你会想舅妈吗？会想我吗？会呀。那你会想我吗？会呀。哦，很好。好吃吗？菠萝包跟这个哪个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还可以。走了，我们去吃你们在香港这一次的最后一餐，想不想吃？还是菠萝包，走之前都不忘菠萝包。问你们，菠萝包跟 MK 你们喜欢哪一个？选一个。还是菠萝包。所以你宁愿吃菠萝包也不吃 MK。 点100页啊，你要比100个页啊。终于结束了这一段旅程，虽然说好像没干什么事，但我总觉得每天都很累。你也是吗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要把他们送上飞机了。太好了，九九快哭了，我告诉了，真的没有停的，真的没有，没有一刻停下来的。你看，不想要回去，香港超难。香港超级棒，走！没有，明天不用上课哦。明天不用上课，我可以再读啊。真的要拜拜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借由这一次的旅行呢，真心觉得自己老了。相反，这两只小鬼头啊，好像电力永远都用不完啊。但看他们玩得开心啊，也让我觉得那就值得啦。虽然常常觉得真的有够吵，但他们离开的那一瞬间啊，还是有点寂寞。希望他们长大啊，依然可以记录这一次的不完美但又完美的香港旅行啊。我们解脱了，我们回家，赶快回家吧。